有限小树啊，为什么不理我？这时候叫做有限小树啊。这样听懂吗？然后再来哦，第二种情况哦，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余数。来，一直不是零。对吧？余数是零的话，那就是有限小数，没问题。我现在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，这个观念我告诉你啊，很多学生哦，他其实有一点搞不太清楚，有一点说不太明白。有理数，同学，我问你，什么叫有理数？凡是能够写成分数形态的数，都称为叫有理数，对不对？分子分母都是整数，而且分母不可以是零。然后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，所有的有理数都可以写成小数。然后你在做这种直式的除法的时候，你的状况只有两种，一种状况就是你的余数会是零的情况。啊，这种情况叫做什么数？叫有限小数嘛，对吧？这可以吧？这个没有问题啊，余数是零的，这个有限小数啊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余数一直不是零，那请问你这种叫什么小数？这叫循环小数啊。OK。那我接下来要问一个我觉得算是蛮重要的问题啊，就是请问同学，为什么余数一直不是零，你就能确定它是循环小数？为什么？因为它是有理数。对，这样解释不太精确。我再讲一次，你怎么知道它的余数一直不是零的时候，它迟早有一天会循环？就你懂。它是无限的，因为它余数一直不是零，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做下去。但是你怎么知道它会循环？它会变成循环小数？这个循环这个概念你要怎么去解释它？你不要用背的哦，这个用背的没有意义哦。我现在讲一件事情，有理数它是可以写成分数形态的数，只要能写成分数的形态，我们就可以做直式的除法，对吧？啊，做直式的除法，你只会有两个结果，第一个结果就是有限小数，比如说 0.3 0.25 就是1/4嘛，啊 0.3 就是3/10嘛，对不对？这种余数是零的，除到一个阶段发现可以把它结束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这个叫有限小数。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你发现不管怎么做你的余数一直不是零，那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叫做循环小数。哦，现在问的问题非常简单，为什么余数一直不是零的它就会循环？为什么？想一下，为什么？我问你哦，余数一直不是零吗？它的余数有一天一定会怎么样？为什么这么关键的问题，大家看着我，然后都不讲话？同学，余数不是零，一直不是零，代表它的余数有一天一定会重复出现啊。那你的余数只要重复出现的时候，你后面那个零放下来，是不是代表这个模式就要开始重复出现了？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再讲一次哦，这个虽然简单，但是其实我教那么多年的书，我发现有一些学生其实这个概念是没有很清楚的，他这个地方就随便就过去了。哦，我再讲一次，你怎么知道你在做这个直式除法的时候，如果余数一直不是零，它最后会变成循环小数？为什么会循环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的余数一定会怎么样？你的余数一定会重复。那你的余数一旦重复的话，你后面整个常数法的过程就会重复了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看刚才这个例子，0.18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然后这里下来，你看余数是2，接下来是又18，接下来又18，你余数重复之后，后面的 pattern 整个就一直不断的重复了，知道吗？需要写一下吗？写一下好了，来。我尽量讲的简单哦。那如果觉得我讲的太简单，或觉得讲的太难哦，这个可以私底下跟我反映，我会调整我上课的内容，好不好？
因为每一间的同学程度都不太一样啊。这个也是常出发的过程。要听懂哦，课本一定要读熟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很强调课本，做一堆参考书是没有用的。课本一定要读熟，把每个细节都给我搞清楚，这样听懂吗？然后我等一下还有问题要问哦，然后我们这堂课就差不多咯，来，这个把它写上去啊。同学，我跟你讲，余数一直不是零。我告诉你，它的余数迟早有一天一定会怎么样？余数一定会重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知道它余数一定会重复？你看课本举的例子，你看哦，你看课本，课本在第四页，它下面写说，那个十一分之二叫做0.1818循环哦。然后他就讲说哦，来你看哦，将十一分之二化为小数的过程中，因为它的除数为十一。所以它的余数只可能是0,1,2,3,4,5,6,7,8,9,10 之中的余数，把这句话画起来。因为它的除数是11嘛，所以你的余数有可能是 0,0 的话就整除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的意思。那如果是1到10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整除，你就继续除嘛。他说这表示最多经过11次的运算，余数就会重复出现，对不对？你考虑最极端的状况，这一次出现一，下一次出现三，再来出现五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你了不起，我总有一天等到你，对不对？你这一次出现二，对吧？然后就是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啊，那再来出现多少，再来出现多少？你每一次都出现不一样的数字，可是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有一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嘛，这个十一分之二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除数是十一啊，所以你的余数是有限的，余数的 possibility 是有限的。然后你一直不断的做下去，迟早会把这有限的全部都用完。你听懂那感觉吗？所以有一天这个模式一定会重复。所以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已经尽量讲得很白话，就是说，因为它的余数一直不是零，所以你可以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你每做一次就会出现一个余数，每做一次就会出现一个余数。可是你的余数的可能性是有限的。你把所有的可能性的余数，就算讲最极端的状况，每一次都出现不一样的情况，对不对？你都把它用完了，你迟早有一天用完了，不是吗？用完了之后，你是不是就会 repeat 的？啊，你一旦重复出现之后，那我问你，你的常数法的过程是不是就重复？啊，你常数法的过程重复之后，你后面的数字就一样了嘛？听懂吗？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想法。哎，我这堂课教完了，来，坐人靠我这边。这堂课我讲的很简单。我们到底谈了什么东西？我们介绍什么叫做有理数？来，给我一点反应，来，一年十班的同学，有理数是什么？表示成分数。对，分数形态的数。啊，你如果要讲的好一点，就是分子分母都要是整数，然后分母不可能为零。好，那从今开始，如果有人问你说，同学为什么分母不可以是零呢？为什么不可以除以零呢？你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，对不对？分母是零，这在数学上是有问题的，没有办法去 define 去定义这个东西。然后再来哦，我们今天做一件事情，把一个有理数化成小数，只有两种可能性。如果余数是零的话，这种叫有限小数。那如果余数一直都不是零，对不对？一直都不是零，它会一直不断的除下去。我告诉你，它一定会循环，这种叫循环小数，这样懂不懂？所以有理数化成小数，不是有限小数就是循环小数，就这两类而已，这样懂吗？OK， 谢谢各位同学，这堂课就这样哦，简单的讲一下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好。